喜欢和你握着星空一起的想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会怎样是否我可以大声地为你歌唱喜欢你的爱给我的胆量我喜欢放你在心上你们俩在干嘛？我就说你最近怪怪的，原来有情况。小阿芷，我们看了你朋友圈了。哦，那个……哦，我先接个电话。淘淘，好啊你，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坦白松快。也没有啊，就最近的事儿。是谁啊？我认识吗？快说快说。等稳定下来我再跟你说吧。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上班了，挂了啊。这么夸张吗？说吧，你是不是早就喜欢的人，所以才拒绝我的？没有了，真的就是最近的事儿。虽然这次我是真的失恋了，但是看你笑得这么开心，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恭喜你，但是你要请我吃顿饭啊。弥补我这一颗受伤的心。你真的是够了。我不管啊，要请我吃顿大餐。大餐。好吧。刚洗好澡吗？刚躺到床上就看到你来电话了。你忙完了吗？快结束了，准备回酒店。怎么样，礼物还喜欢吗？好多人给我点赞呢。那你是不是得奖励我？好啊，你想要什么？一起去看上周你说的艺术展吧。真的吗？可是你不是要去三天吗？谈得比较顺利，明天就可以签合同了，应该赶得及你明天下班。好呀，爱你哦，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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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呵呵，么么哒。行，辛苦了，走，下班了，走吧。阿芷，下班了，一起走吧。哦，没事，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写点东西。行，那你别太迟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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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软纸。你等一下。那个白鹿那边有意见反馈，需要补录一下台词。嗯。啊。啊，行，那你去吧去吧，走了，拜拜。拜拜。齐然，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要不我们先走吧。你怎么了？那我出去买个热饮。好，那我们出去买吧。好。哎，那不是软纸吗？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看看有没有热饮。嗯。嗯。任驰，嗨。嗨。你不是留在公司补录台词吗？怎么溜出来看画展啊？哎，刚刚不是有男生吗？你男朋友啊？这次大家都碰到了，快介绍介绍吧。对呀，一会儿好好介绍一下，我们已经好奇很久了。可不是嘛。这次啊，我们先见到的，快带我们认识一下，一起聊聊。这个他还有点事儿，可能很晚才回来。你们不是要看美术展吗？再不看就要关门了，快点去吧，快点去吧。男朋友总有机会再见面的啊。啊，那个，对了，明天我们不是要配音了吗？我先跟你们说说配音的事儿哈。生气啦？哎呀，刚刚那种情况还怎么看展嘛？我们明天再去吧，好不好？男神是齐战大人，喜欢的人也是阿战。开心了吧？男人呐，怎么了？受伤的是我，怎么搞得你受了委屈一样？我做什么错事了吗？那你心虚什么？我们的关系，你就这么怕别人知道？不是怕，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软软，我不想强迫你，我想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永远都不要分开。
了你，我谁都不想爱。这一生尽全力，将缘分的花灌溉。是